有43.68%的人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是不是有人推定我啊？之前不是33.18%的咩？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就赶紧订阅吧。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老牛成长日记。最近 MCO 不在家，要拍什么嘞？刚好这里有电脑，喂，这个又不是我电脑了，这是我爸爸的电脑。所以今天我要做的题材呢，就是啊，你看，电脑加肮脏啊，我决定把电脑拿去啊，把它变成没有这样肮脏，就是拿去洗它啦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电脑呢拿去厕所。One more time. 分这个。哟，这肮脏哦，应该要洗。每个地方都要洗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拿这个喷的喷，知道吗？然后再洗。喷。你看。要洗比较干净哦。然后我们要转过去喷。再转，我好重，哎呦，咋重 ？OK，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满头大汗了，终于洗好了。哎呀，回去。如果它还有一点湿湿呢，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它干。OK。哇，终于洗干净了。等一下我爸爸回来，肯定称赞我讲，哇，这样厉害呀。OK。我先洗开来看看啊。诶，我不能按的。按不到了哦。我这样的是不是坏哦？是不是中了水啊？坏掉啊？后面有没有这样？后面都没有这样，这坏了啊？弄到了我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 ，OK。然后如果你是新观众呢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，别忘了。有43.68%的人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哦，记得按下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还有，记得大家不要模仿哦，模仿了你会有后果的哦。哎呦，拜拜。
哎呦，我要去吃晚餐了咯。